儿子的秋季高尔夫开始了，今天是第一节课，然后带阿姨们去看一看哈。小帅哥，准备好了哈，你看看又下雨了。你打高尔夫跟谁学的呀？没有啊，你没有学，没有学，你就是自己学会打的，打就是自己打哈。但我打得很好啊，我觉得打得不好。我们家后院那个地方不就有高尔夫球场啊，可以在那儿办个会员卡，没事打打球，带着安森尼。你需要高尔夫球，那买一套嘛，我给你买一套，好吧？然后每个周末你带儿子去我们家后院那个地方高尔夫球场去打一场球。好吧，这个周末我们去买球杆哈。抱着我，抱着你，抱着我，抱着你，抱着我。抱着你，抱着我，抱着你，抱着我。抱着你，抱着你，抱着我。转圈圈。哦，第一步先让他们觉得好玩，先练一练，合适了，然后再给他们装。开心的时候，他喜欢好玩。嗯。然后他就是应该聊天，他就是非常愿意去。那我们练习，如果你每次就是告诉他你需要就做这个，你需要做那个，然后他就是跟着就是工作一样，你就没有乐趣了是吗？对，没有乐趣了，然后你付多少钱，让别人教他，没有用，没有用。OK， 那先让他学习一下，不要让他紧张，知道吗？嗯，好。然后就是互相打。嗯，好。哇哦，这个打得棒。Give mommy five. Good job. So did everybody have fun? Yeah. So did anybody make it in the basket? She made it in. She made it in.啊，儿子今天专门点名要吃海鲜，我们今天就来这个 Red Lobster， 他这儿的海鲜蛮好吃的。谢谢，开门的总是我的小宝宝。谢谢，谢谢儿子。看看他这儿的大龙虾。就剩这一个了，我们来晚了吗？就剩这一个大龙虾了吗 ？Say hi。这环境很好，吃完饭还可以在这儿喝上一两杯。好久没有喝了，不能喝了，带着俩孩子不方便。妈咪 try your drink。 哎呀，一点也不苦，妈妈尝一尝哈。嗯， it's so sweet. What is it? Slushy. A slushy? 你们最喜欢的大蒜面包。这个宝宝妞可喜欢了。Hey, Bex, play, 宝贝。I see two eggs.Here. Here. 儿子点的看着好好吃啊，乖乖，这个是什么呀 ？Chicken sandwich. 哦 ，Chicken sandwich. 哦，那个是你的 baby， 你去那边吃，乖乖。去从妈妈后边出来。你来这儿吃啊，那来这儿吃吧。可以啊。Be careful, OK? Be careful.
你看这小孩天天就吃这些。你不是要看那个炫谱了吗？没有给炫谱啊。哇哦，你的看着也好好吃啊，你。嗯哼。吃吧。那个叫 Buffalo 牛 ，Persephone。好，我们先吃饭啊！但是这个灯光好亮啊！我们先吃饭。我今天一天，然后跟你们说都吃了啥？一天就吃了一个冰淇淋，我的天啊！我一来的时候，我觉得肚子里咕咕咕咕咕，我说，耶，怎么这么饿呢？我就想想一天吃了啥，想一天就吃了一个冰淇淋，然后下午拌了一根凉瓜黄瓜，哎呀，饿了，赶快先吃。好啦，吃的好不好，儿子啊 ？Yes。冷不冷啊，乖乖？冷了哈，天气确实变凉了。看看，黑了，天黑了。我们也回家啦，走了走了走了，我也冷，我就穿了一个衬衫。上车吧，乖乖，快上车，抱抱，上车。